是你跟我这喊什么呀？我们这没有酒了，我们这不是酒吧。新来的，我自个儿来。你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给我出来！把酒给我放下啊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嘿呀，报什么警啊你啊！我明天生意不做了。 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在里边？没了。出来，快！哎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走走走走走。我就想喝口酒。我看看你喝醉了没有？来，我看看。没有。行，没醉呢，挺好的啊，没醉呢。你看，哎呦，这一头汗呐。 妈妈跟你商量件事儿啊，那个，芬妈现在年纪大了，老了，想早点回家睡觉。我跟你说，你明天如果来得早点，就那瓶酒，刚才那瓶酒，芬妈明天陪你一块儿喝，行吗？芬妈，我真的过得特别难，我现在喝不够酒，根本没办法睡觉。 不说了，那没办法，孙子。孩子，不说了，哎哎哎，来来来，芬妈，我来，芬妈，我不说。芬妈，芬妈，行行行，不哭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看，哎呦，把芬妈的眼镜儿给弄坏了。芬妈，对不起。 小郑，辛苦了啊！没事没事，应该的。那些箱子用给您拆开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反正下个月还得搬回去，怪麻烦的。您不打算常住啊？当然不了，我要在这儿住着，你们怎么营业呀？你们总不能跟客人说不好意思啊，楼上住着个老太太，你们喝归喝，玩归玩，不过生意要小点儿，这怎么行？老吴，你浴室东西忘拿了。 你还刷牙膏都在里头。哟，还是锦星系，谢了啊。老郑，嗯，周叶文这两天联系你了吗？没有。他也两天没理我了，他跟你联系吗？没有。不过我姐今天也没理我。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哦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姐一个人在那儿打拼了十几年了，不是都好好的吗？我一会儿打个电话问问啊。你放心吧。嗯，行。 那我回去了，联系上告诉我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这个我也给拿着。使点劲儿。我使劲儿了。你说你个大小伙子，你劲儿怎么那么小啊？你明天要不要我托我朋友给你开点中药？嗯。
我这白天干活，晚上还得给您按摩，这没倒下就不错了。瞧你个弱不禁风的样儿，你说你真让人讨厌吧？你是你啊？我跟你说，从小就应该跟着我，嗯。就现在瞧你这样，我真的很生气啊！您出去看看别人的孩子，那比我费的一车一车。我跟你说，秦胖绝对比你强。你首先你看那秦胖那体格，是不是特壮啊？多棒啊，人家！那还有，自己一个人开个超市，从早忙到晚的人从来不说累。你爸爸没说过你瘦啊？哎呀，我就是瘦点儿。那你看，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扎女孩，我这有房有车有票的，这么好的儿子，哪里找？哎呀，你还真指着我像那个秦胖似的，那每天喝的烂醉如泥，什么事都别干。别那个说人家，你秦胖是好孩子。上个月他家里出了点状况。他妈妈在厕所间滑了一跤，去世了。不是他滑了一跤，那家里人？他去他女朋友那个城市了，后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其实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能在这种生死面前，能保持着自己正常的工作、正常的生活，挺不容易的。那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的。你说你要遇上这事儿，啊，不一定比他坚强。我遇不上这种事，你就别！电话。嗯。喂。姐呀、啊，小姨，住的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今天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都不接电话。什么？啊，那个，我店里今天特别忙，他去帮忙来着。怎么了？小文，你今天一天都不理人江田，你不怕他被别人拐跑啊？江田谁呀、啊？江田谁呀、啊？江田是谁啊？是不是他女朋友啊？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这臭小子！哎，江田是谁啊？是他女朋友啊。喂。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我没看电话，我给你道歉。小甜甜，小可爱，你要是再不原谅我，我就继续恶心你了。你这两天忙什么呢？哦，那个两个服务员为了考试请假了，所以今天巧嘛，店里面去帮忙的。明天还要继续吗？看样子至少三天吧。那也挺好的，上飞机之前还可以休息一天。上个月他家里出了点状况，他妈妈在厕所间滑了一跤，去世了。不是他滑了一跤，那家里人？他去他女朋友那个城市了。后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个事，我跟你。我想说个事儿。没事，你先说。没什么，就是可能会去参加一个比赛。比赛？那去呗。输了也没什么，赢了可以打个翻身仗，稳赚不赔啊！去。你刚才想说什么呀？我可能想多待一阵嘛。一阵是多久啊？一个月。还不太确定，但不会太久。也挺好的，
几年不见了，你确实应该好好陪陪他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也要开始构思比赛的设计了。还是生气了。谁呀？妈，现在是冬天，你这样穿你不冷吗？怎么样？都我自己收拾的，不错吧？你这是要过来住啊？我要住过来，你欢迎吗？这是我和你爸在家收拾一些不用的东西，想着呢把它扔了，又觉着呢怪可惜的，所以呢就拿过来让你看看能不能用得上。哦，还哦。我听你杨伯伯说，你打算辞职是吧？你说你辞职以后打算去哪儿呢？啊，江田的工作室现在都一团麻烦，连我闺蜜都听说了她把人房子装破的事儿了。老妈，你不要听网上那些人乱说，事情不是那样的。网上乱不乱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要去给人添麻烦了。他们现在这么多事儿，哪有功夫照顾你啊？到时候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在你嘴里我就是那么的没用呢？你是过来说风凉话的吧？谁过来说风凉话的？懒得管你。我是过来通知你的。我跟你爸呢要到三亚去度假，为期一个月。这期间，你好自为之。林小小，谁让我是你妈呢？我就再唠叨你几句啊。这个离家出走和辞职完全是两回事儿。离家出走呢，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找个房子住下了，但是辞职它可不一样，你能随随便便的找个工作吗？退一万步来讲，你有银行这份工作，他是不是可以给你交房租？是不是可以管着你的吃喝？我希望你不要冲动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同志们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那个吴大姐。哎，那个叔叔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呦，打扰你们了。没事，你说。你不是说要把那个录音机借给我用一下吗？什么录音机啊，那叫蓝牙音响。来来来，我帮你弄。好。你爸身体怎么样了？像你看到这样。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个水杯呢。哦，按键在这儿。然后呢？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练吧啊！你去忙吧。哎，好。说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啊，接着说呀。哦，行，听好了。同志们，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了。虽然房子就要被卖了，江田又进入到了瓶颈期。认真讲，但是我们工作室不能像现在这样停滞不前了呀。是，然后呢？
秦，翻开这份资料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我整理了国内外所有知名的设计事务所，挑选了五个最典型的作为参考。让·菲利普·瓦萨尔、安妮卡·拉卡顿。这是设计师最少的单位，一对夫妻。嗯，老吴，我们俩也是两个人。对呀，不，我们不一样。我说的是独当一面的设计师。不是，老吴，我那个不是那意思，不要难过啊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继续往下翻。吴德香设计工作室，怎么会有他们呀？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。老吴，嗯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工作室少了一个人呀？可不，没有赵雪。不是，不是这个呀，就不听我的呢。嘘，小声点，我爸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呢。嗯，他们为什么能够比我们厉害啊？同样是作为啊图书馆的落选者，同样也有抄袭的丑闻，为什么他们就是混得比我们好？因为他们有同时超过三台发动机。什么意思？甜甜，你过来一下来。哎，来了。苏小生能听见？要不我们去江田那儿吧。怎么了？你给我看一下这个它开关在哪儿，我想关小一点，对，不要打扰你们工作。这个应该是在手机上调的。哦，那我教你。好。这是侧边。嗯，这上下键信好了吗？哦，手机上就可以调了。嗯，明白了。合适吗？现在知道了，知道行，你小心点就行。去了，你去了。哎，你接着说啊。发动机什么意思啊？能够独当一面的设计师，就是发动机。你看，我们33号院就只有小江一台发动机，所以只要他一停，我们就都停了。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是说？我们再招一个像小江那样的设计师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其实对你来说是好事啊，这样就有两个人一起带你工作学习，这会进步更快。这是我的简历。谢谢啊。介绍一下，小唐，也是做家装的，之前一直在国外读博，刚刚回来。我们的情况呢，我都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他说都可以的。澄清一下，我做的不是家装，是空间设计。比起家装呢，我更偏向于工装，因为工装更能体现设计师的风格和个人特点。这句话似曾相识啊。我是说，您的语气似曾相识。我们前阵子发生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吗？哦，这个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他不怎么上网，而且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。对，设计师本来就是和人打交道的，而且这个稍有不慎呢，就会产生误解。可是像你这样的条件。应该很多地方抢着要才是，为什么会愿意来啊？因为我不想去大公司做杂役，小一点的工作室呢，能力都有限，稍微成熟一点的也都是一言堂，而且自己开公司啊，压力太大了。正好小小跟我说你们在找合伙人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而且呢，你们的签单率是100%，只要吴阿姨出手，就没有搞不定的业主。哎呀，没有那么夸张的啦。
您太谦虚了，你们在苏州有最专业的施工队和定制厂，在本地是出了名的专业又高效。我们的情况其实我刚才听小小说，你也是北京名校毕业的，又在国内顶级的公司做了10年，专业过人又有漂泊经历，我相信你肯定能理解我的。再见啊！我送你啊！没事，辛苦跑了一趟啊！没事没事，回去吧。慢走啊！哎，再见，拜拜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小腾怎么样？这么一尊大佛从哪儿请来的？他是我大学同学前男友的同学，我同学家的房子就是他装的，所以我知道的。然后你就给人家画大饼，你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说呀？我招人嘛，肯定要对公司现状适当的加以修饰嘛。所以你也知道，如果说实话，可能没有人愿意来，这不就是骗吗？你怎么说那么难听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不是还有下一位人要见吗？啊？找人可以，但得照着我的想法来。嗯，是。两位老师好，我是设计师宁宁。你好。你好，不要叫我老师，我是江工的助理。您好。嗯。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？嗯。小小跟我说，你们能够给到我的底薪虽然不到10000，但是一定不会压我的设计费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工作室顺利度过难关，我可以做我自己的项目，没错吧？小小是做宣传的，可能希望无论如何都能跟你聊聊。其实工作室目前的情况呢，不是很好。我想找的也不是正式员工，而是合作方。我们以结项目费的方式合作。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很愿意帮你完成你自己的项目。毕竟作品是设计师的生命。但是你要明白，我们的处境比小小讲的还要糟糕。我没有稳定的客源。自己接案子还是个问题。我很好奇，他是怎么把你叫过来的？她是我堂姐表嫂的同事。总之呢，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团队，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完成你的主案作品，也可以介绍我工作上的小伙伴给你认识。但除了这个，其他的我真的无法承诺，实在是抱歉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也谢谢你的坦诚。只是这一次，恐怕我们不能一起合作。没关系，我理解。小小他是为了我好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说实话，其实他说的那些我根本不相信。你们之前出的那些事儿呢，我也都知道，所以我对你们的印象其实并不好。只是他再三的拜托我，他说我一定会喜欢你这个人，说哪怕是过来看看也好。我觉得这一点至少他没有说大话。只是可惜，我前年刚生了孩子，所以我不能够不管不顾的跟着你一起闯。但是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有机会。
在一起合作。如果我们都能坚持到最后，就一定有机会。好，那我期待。我送送你。好。小小，来喝杯热茶，天冷，暖和暖和。谢谢你啊，老吴。小小，你的心情大家都理解，你是想让工作室尽快的回到正轨上来，对吧？但是有些事情啊，是急不得的。老吴，你越这么说，我越觉得自惭形秽。哎呦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其实我知道，我把人骗过来，江田他肯定会拆我台的。但是我就是抱着这么一个侥幸心理，这事儿能成，这样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辞职，堂堂正正的告诉我妈，我不但没给你们添乱，我还能帮上大忙。哎呀，这样也好啊，大家都现实一点，这个工作室只要江田一天不振作，大家就都没工作。行吧，我就也不折腾了，老老实实的就等着吧。反正我妈看不上我，也不是一天两天。其实你那天建议工作室招人，我的心情也挺复杂的。你的建议本来没什么错，但是呢，我只是不想让他背上这个包袱。他很容易把问题放大，然后把自己放进去，越想越严重。我觉得做设计的人吧，就应该更加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一点。嗯，确实，他一直都不是这样的。说，如果我和胡德香合作拿个奖，招人会不会更容易一点？怎么说？说实话，我现在还在瓶颈期。如果这样你也愿意的话，我 OK。你说的瓶颈期就是没有灵感吗？可以这么理解吧。没关系啊，我把这次比赛的主题跟所里那些年轻人已经说了，到时候你把那个助理一起叫上，一周以后大家开个会讨论，群策群力嘛。行，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咱俩不是这种关系吧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好的资源大家一起共享，一起吃吧。我有很重要的人介绍你认识啊。那个肖总啊，是这个比赛的负责人，叫是叫肖总啊，其实他是个副总。之前呢，我跟他打过交道，我们俩关系还不错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合，没关系的，待会儿我来应付啊。那刚才那个王总呢？你不是说他才是负责人吗？对啊。他们俩是一个组委会的，那评委跟评委之间关系还不一样呢。你要知道，作品提交之前真的要跟组委会搞好关系啊。几百幅的作品一起参加比赛，怕的不是你做的不好啊，而是你的作品评委压根儿都看不到。如果我们做不到脱颖而出，就算请所有的评委吃饭，也是赢不了的。设计这个事儿呢，挺主观的。有些人他喜欢你的设计，有些人他不喜欢你的设计，这是常态。但是比赛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真的要努力做的让所有的评委都喜欢我们的作品，才有可能脱颖而出。你不搞好关系，你说怎么办？
我是遇到两点吗？已经三点了。是他这个人啊，喜欢迟到。你再等等啊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肖总，肖总，肖总，你好。你好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的搭档江田。啊，看着很年轻啊。哦。肖总你好，我是江田。嗯。有什么建筑作品没有？作品特别多啊。相公，赶紧介绍一下自己。这样啊，我一会儿呢还有两个会，你们只有十分钟时间，抓紧吧。啊。芬芳，你别怕啊。我不怕。你小心碎了我的啤酒瓶。没事没事。你知道，你慢点。哎呦，哎呀。好了，逮着了，逮着了，赶紧的来。哎哎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芬芳，我给你放出去。辛苦辛苦辛苦，那个秦胖辛苦啊。哎哎哎，洗洗手啊。啊，我擦擦，我擦擦。Sorry，Sorry，Sorry， 不就是个蛾子吗？啊？看看你，哎哎哎，能不能有点这个男人的味儿啊？哎，你女朋友知道你就这个胆儿，早就一脚把你给踹走了。你什么表情啊？啊？哎呀，我女朋友比他强多了。哎呀，哎哎哎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今天一天你已经带我见了五波领导了，我以为你想把关系吃透，结果你告诉我晚上还有，明天也有。对不起，我受不了了，你放了我吧。你看看，你怎么像个小孩一样？你知不知道，亲爱的，这些人对你来说特别重要。特别重要这个词儿，你今天已经说了 N 遍了。欧老师，就算你想跟他们搞好关系，如果我们的创意不行，方案不行，你今天应酬的钱也都得白花，何必本末倒置呢？而且我特别受不了你去讨那些评委的喜好。难道我们在满足比赛主题的同时，还要去迎合那些评委的口味吗？我们到底是在为谁做设计啊？亲爱的，这就是比赛啊。如果你想赢，有些道理你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强啊。亲爱的，如果我们跟别人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，这就已经不是比赛了，而是一场作弊的游戏。要做你接着做吧，我的作品不需要这些多余的东西。哎哎，你怎么就那么傻呢？你以为就我们有所动作？我说白了，这种比赛比的就是人际关系，你不做其他人都在做，到最后呢，你才是落伍的那个人。这样，你待会儿你见完那个李主任再走好吗？他是负责这次比赛拍摄的平台领导，观众投票就取决于他们把你拍得好看不好看，啊！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就算他们拍得再好，也不可能把本来就是垃圾的东西拍成花，作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跟我们两个人能设计出什么垃圾作品？你怎么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呢？我那么做，我完全是锦上添花，好上加好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？你这些豪言壮语难道不应该在作品完成之后说吗？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现在。
你现在说这些话，难道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？就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你凭什么那么傲？机器猫，你开个传送门，我就过来了。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？没什么东西啊。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萦绕，你有没有听见？没听见啊。你听，有没有？啊？大姐，你想多了，没那么害怕。我还真希望是我想多了，我真的希望是小孩在哭啼呢。自从我走到这个楼梯开始，那个声音就一直跟着我。你说我怎么不害怕啊？没事，你害怕，我带你瞅瞅去，走。养过宠物，但是我也不忍心它冷冻挨饿呀。
我看你挺喜欢他的，给他起个名吧，小白。有歧义。那你想给他起什么名？你叫的这么吓人，你就叫喵呜吧，喵呜。答应了。咦，喵呜。那你已经给他起名字了，你要对他负责。先拿好了，然后这边您签个字。啊，他挺健康的。挺靠着睡着了呢，哎，你怎么又害怕了？都帮我找到罪魁祸首了，我怎么会害怕呢？时间差不多可以回去了。哦，行，那我先撤了。嗯。你事后给我打电话。珊珊，最近睡眠好吗？好久没跟你说说话，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，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几杯荒唐以后你说，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，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，街角的旧楼推倒了，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，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，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，当初多觉得累就停吧，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，繁华的大厦不会塌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，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，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，讲幸福的话晚点开，在中的人悲中学会了强大。